Hello， 大家好，我系 Jim 皮。呢一条片会睇一堆顶猎俾人 ban 咗嘅消息，同埋夏季英雄已经流出嘅技能组，讨论一下佢有冇可能进入万年不变嘅 Apex Meta。首先整合一下呢一个星期嘅 Apex 新闻，第一个就系大家已经等咗好耐嘅流动修正，包括 Loba 战术技能嘅修理，今次应该真系修好咗啦。我都有喺排位入边试咗一下，玩咗一日都冇传送失败嘅情况出现，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啦。然后就是恶灵使用虚空完结之后，有机会引发敌人打中无伤的bug亦都被修好。合成器使用之后卡住的bug和 Xbox 的音效问题，根据官方讲都被人搞掂了。然后就是加起来差不多有1000个顶猎被人封号的消息。根据 High House， 一堆在顶猎竞技场滥用非法组队升分的人都被人捉晒。全部平台加起来被人封了的人就来到达1000个，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Ban Account 行动，所以都不能够说官方完全没有在理的。然后就是这个星期三凌晨将会推出的动漫主题活动，有看我之前的片都知道里面大概的外观内容，包括这四个参照动漫角色的造型和邦家的威名造型。之前条片没有讲过的还有这个活动期间可以玩的限时模式武装威胁，虽然已经推出了不少次了，但相信都是有玩家未玩过。它是一个场上面只有追击枪和散弹枪的游戏模式，今次更加特别的就是下半个星期的武装威胁可以直接在合成器那里买 Kraber 和 Mastiff， 不过就会需要150合成材料，相信那个时候所有玩家都会去搜集材料。大家想打交的话可以去油罐的地方等敌人。最后一个就是没想到官方放出来的有个免费的东西，在这个官方文章他们放出了几个 VTuber 的 skin， 下载放在 VTuber Studio 的资料夹里面就可以用，简单到我都用来玩了一玩，的确是挺有趣的。而现在就进入这条片的主题，在之前这个都跟大家讨论过一个之后将会推出的英雄技能组，但是那一条片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似乎不会是第14季会推出的英雄，所以技能组随时有可能被修改。今次要讲的英雄就不同了，英雄的技能组和概念图都流出了很久，而且还有其他更加有力的证据指向它是第14季会推出的英雄，而是要讲的都是参照几位不同数据挖掘家整合出来的内容。这个叫 Vantage 的英雄是一个侦察鹰，看落似乎是个女性，不过装束望落就跟部落有关，数据挖掘家觉得她可能跟沉血犬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同一个部族或者是敌对的部落。她的技能组可以在下面看到，被动技是用追镜指到敌人的话就可以看到敌人的资讯，就好像 CRQ 技打中敌人一样，个分别是不用打中敌人，只要望到他就得了。战术技能是放出一只飞行伙伴，再按战术技能的掣就可以将个伙伴移位，亦都可以直接飞过去伙伴的位置，好像一个缓慢版的传送。大技就是拎出一支他独有的追击枪，枪有3粒子弹，伤害不是很高，但打中敌人就会标记他，亦都会增加自己团队对被标记敌人的伤害。根据上次流出，这个增伤是 15%。 以上就是这个英雄的技能组，我感觉就是这个英雄似乎是几个已有角色技能的混合体，被动感觉上有少少劲，看到敌人就知道他的血量，不过限制于一定要使用追击枪，可能就是开发者用来平衡的伎俩。战术技能就好像 Loba 的传送，不过更加容易控制传去哪一度，只是传送不是即时，而是缓慢地位移过去，有机会被敌人在途中打爆。大技反而是比较有新意，增伤 15% 不太肯定在实际游戏里面会有几劲。总括而言，暂时看字面的内容， Vantage 似乎不太能够取代现在 Meta 里面的英雄，除非技能参数教得很劲，例如是传送到飞行伙伴的速度较快，毕竟侦察英雄可以拿来扫圈，有位移技会更加多人玩，大技还能够帮助团队的话就更加有机会被专业玩家看上。你们认为这个英雄的技能组怎样呢？希望在留言区里面看到你的看法。今次 EA 继续赞助 Apex 的抽奖，抽奖方法在置顶留言。想免费支持这个 channel 的，记得订阅和赞好条片。讲到这里先，多谢你们的收看，是这样，拜拜。